今天挑战吃六个，六个河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个。先洗洗蚌皮，早上我们先做三个大蚌壳，倒上蚌肉，加上粉条，加上嫂子送的辣椒，早餐就吃河蚌炖粉丝。咦，中午怎么只有两个了？放上蚌肉，再加上不要钱的火麻草，盖上锅盖，午餐就吃河蚌蒸火麻。哎，天气太热了，我没把中午晒的贝壳放到水就轻轻的抖一下，蚌壳粉倒出来，盖上碗，倒点几分钟前煮开的水，晚上太热了，简单喝点蚌壳水吧。又是舒服的一天。